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属于管理学的部分。我是王志远，在接下来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中，将会跟各位简单的继续讨论一下管理学的一些概念。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将进入到管理学的第三讲——经营环境与组织文化。在一开始，先让我们聊一聊大同公司的 case。大同公司是在1942年的时候，由林挺生所创办的株式会社大同铁工所。在当时，这家公司主要所做的是来自于一些机械的零件。这家公司到了1945年，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它改名为成为大同制钢机械公司。在这个时候，它最主要的产品还是在于去制造一些跟机械相关的产品。到了1949年的时候，大同它独立的推出了第一款叫做大同电扇的产品，这是在台湾第一家由本土厂商所开发出来的电扇产品。而在1960年的时候，大同公司也开发出来了它的大同电锅，而这个大同电锅因为它本身的一些特殊的造型跟它的耐用的程度，使得它成为了台湾相当有名的一个独特的产品。到了现在，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到海外求学的时候，也会带上一个大同电锅。到1962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证券交易所正打算刚成立的时候，大同公司成为最早上市的第一批的公司。而到了1972年，林挺生他卸任了总经理的职位，只专心担任董事长，而把这家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叫做林蔚山先生。而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同公司因为他在贩卖各式各样的一些家电的用品，所以必须要开发很多的通路。在开发通路的过程当中，他们发展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同宝宝的一种塑胶的玩偶，作为给所有通路厂商的一些赠品。从此，大同宝宝又成为了另外一个跟大同公司高度关联的一个形象。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同公司的一个快速成长的时期。当时的大同公司不断快速的多角化到各种不同的事业里面，例如像投资到了中华印象馆，或者投资到了绿能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事业里面。同时，他也投资了像是代理电梯这类的服务。此外，大同公司它也从一个台湾本土的厂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一方面，它的产品在海外的销售不错；另一方面来讲，大同公司也开始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去设立它的一些工厂，甚至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它也投资了一个中华印象馆的一个工厂在这个地方。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家公司的成长开始停滞了。而在2000年这段时间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整个的一个业绩开始陷入到了一个快速下滑的一个现象。在2018年的时候，这一家将近70年左右的公司碰到了一个空前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他手上所持有的一些公司，分别是绿能还有华映，纷纷因为经营不善而遭到被证交所下市的一个命运。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中，最让我们好奇的一件事情是来自于说是，大同公司的成长跟下滑到底是由谁造成的？或者更精确一点，在2018年大同它的一个绿能跟华映的下市这个事情当中，到底是因为林挺生的经营不善而造成的，还是因为这是来自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因为环境的改变，使得所有的经理人他并无法真正去因应这个部分。一家公司的成功与失败，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呢？过往当中，我们俗语上面可能听过以下的两种说法：首先，时势造英雄；另外一个，则是英雄造时势。同样的，对于企业而言，到底成功与失败是由企业本身所造成的，还是这就只是一个随波逐流式的一种，类似像是 winning by chance 的一种发展的过程呢？在管理学里面来讲，一般而言有两种对立的说法。首先，第一种说法它叫做管理的全能性观点，在这个观点之下，它的主张是认为管理者应该要对组织的成败负责；而另外一种我们称为管理的象征性的观点。它的概念当中所认为的事情是说，组织的成败主要是由一些外部的力量所造成的，管理者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干预的空间。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管理的
全能性观点。全能性观点认为，组织表现的优劣是由管理者的决策和行动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当组织的表现不佳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总要有人负责。所以在现实社会当中，当组织的表现不佳的时候，通常而言，管理者他必须要扛起来这个责任，要进行各式各样的一些处置，说不定是以辞职下海的方式来作为他的一个负责的表现。在一般刻板印象当中，我们都认为说，企业主管他基本上握有莫大的一种权力，因此他应该想办法克服各种的障碍，来达成组织的目标。全能性的观点跟这样子的看法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而另外一种象征性观点，则是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主张。在这个观点之下，研究者认为说，管理者他们对于经营成果的一个掌握，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外部环境会影响以及束缚管理者到底可以做哪些的事情，而组织的绩效多半而言，它是由这些管理者他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来左右的。这些因素可能包括说，例如像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政府政策的出现、顾客本身偏好的一些改变，还有竞争者可能采取不大一样的竞争行为等等。而这些部分来讲的时候，它都是管理者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可以控制的部分。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既然影响到一个组织成功与失败的一些力量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的话，管理者事实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控制，它影响了组织运作而已。也因此，对于一个组织来讲，它的成与败，并不应该由管理者来负责。那么这两种观点之下的时候，你比较同意哪一点呢？好的，在现在一般的通则之下的时候，大家认为的共识是来自于说是，管理者他既非是全能的，也非是象征性的。对于管理者来看的时候，一方面来讲，组织的环境的确会影响到他所下的一个管理决策的一个有效性，以及说，组织的文化也会影响到管理者本身的一些决策是否可以真正的下达到组织里面。但另一方面来讲，去下到正确的决策，也是管理者本身该负责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当一个组织失败的时候，管理者并不能够完全说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是外面的环境造，以及说我们组织里面的文化所造成，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因为管理者的无能而造成了像这样子的现象，因为他的决策是否能够真正的被落实，以及它的有效性，还是要受到组织存在的组织文化跟组织本身所持有的组织文化的特性而影响。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手机的故事。相信对于现在大多数的人而言，手机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可以忽略的一个物品。但是，是在什么样情形之下，使得我们再也无法脱离手机呢？好的，在手机的市场当中，最早开发的产品，可能是由 Motorola 在1980年代的时候所推出的第一代的行动电话。这种行动电话基本上在当时常被大家戏称为所谓的一个黑金刚，因为它的大小非常的大，很像一个水壶这样子的一个体积。而且它的价格和通讯费都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在一些古早的电影里面的时候，这些大型的行动电话通常来讲是被形容成只有很有钱的人才会使用的一种高阶的产品。但是到了2018年左右的时候，Motorola 它已经退出了手机的市场，而在这个时候，市场当中市占率最高的厂商，以2018年为例，可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为。所以是在什么样情形之下，摩托罗拉逐渐的把它的江山给让出来了，而华为又是如何的在这种所谓逆境之下，逐渐的取得到了一个手机市场的一个领先者的地位呢？好，让我们从历史上面来回忆一下这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问题事情是说，在现在来讲，我们大多数的人所使用的手机，已经不再是像黑金刚这样子的一种 GSM 的手机了，而是所谓的一种叫做智慧型手机的产品。那么，第一台的智慧型手机到底是哪一只呢？它就是在什么样情形之下而出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可能要先针对智慧型手机的定义，先把它讨论清楚，才比较好讨论。如果我们把智慧型手机定义成是说，一，它本身具备触控荧幕，而不是用按键的方式来进行，以及说二，这个手机当中它可以提供除了拨打电话以外的功能的话，
那么，第一台智慧型手机可能是在1992年11月的时候，由 IBM 所推出的 IBM Simon 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它拥有大概1到2 Mega 左右的一个储存空间。除了我们可以拿它来拨打电话之外，还可以支援到，例如像是行事历、通讯录、世界时钟、计算机、记事本，甚至还可以拿来寄发电子邮件，以及提供的一些小型的游戏。更有趣的地方是来自于说，这是第一款它没有实体按键和拨号键的一个手机，使用者必须要用触控笔来进行拨号，还有输入文字等等这样子的功能。在智慧型手机兴起的90年代的时候，除了传统我们刚提到过的 GSM 黑金刚手机以及二 G 手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它叫做 PDA。PDA 这个产品，它最早的时候也是在1992年由 Apple 公司所推出的牛顿这样子的产品，但牛顿这个产品本身，它当时的销售并不理想，所以很快的就消失在市场当中。在199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Jeff Hawkins 的人，他发明了一种叫做 Graffiti 这样子的一种手写输入的方式，它的辨识能力相当的不错，可以解决掉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这样子的一种手写辨识的功能。也因此 Graffiti 这个产品原先在 Norton 的用户里面非常的受欢迎，到了1994年，它也发展出来，演变成为第一款叫做 Palm Pilot 公司所推出的 Pilot 1000这样子的产品，它成为第一款所谓的一个 PDA 这样子的产品。而这个时候的 PDA 本身，虽然它本身具备了手写输入的功能，也具备了少量的一个运算的能力，但是它并没有跟行动电话之间做良好的结合。在当时，除了有做这样子的产品，除了 Palm Pilot 这家公司之外，还有像是 Hand Era、Sony 等等的公司，他们也纷纷开始推出像这样子的产品。而在那个时候呢，在作业系统上面来讲，除了刚刚提到过的 Palm OS 这样子的东西之外，微软它也提供了一种产品，叫做 Windows Mobile 这样子的产品，以及 CBM 公司所推出来的 CBM OS 等等这样子的东西。除了结合手机功能的 PDA 之外，很多老牌的手机制造商，它也开始为手机加入到更多的功能，进行到了一些类似智慧型手机的概念。其中最有趣的是，在1998年由 Nokia 所推出来的 Nokia 9000的产品，这是 Nokia 所推出来的第一款 Nokia Communicator 商务的机种，也是他们旗下第一支结合 PDA 功能的手机。Nokia 9000，它用方斜角的造型，有别于当时一般的笨重的手机造型。只要我们把手机从侧面掀开来，就可以变成是一台 PDA。当时的手机只有所谓的黑白画面、跟接听电话以及收发简讯这样子的功能。到2000年的时候，Ericsson 这家公司，它也推出了他们旗下第一款使用 ER5U 系统的一个手机，叫做 Ericsson R380。这款手机它并不是开放的系统，所以并不能够使安装额外的应用程式。对于使用者来讲，它唯一能用的就是 Ericsson 本身原厂所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的功能。到了2001年的时候，有一款叫做 Kyocera 6035的手机在美国上市了。这款手机是由 Kyocera 这家公司它在收购了高通的手机部门之后所开发出来的第一款 PDA 的手机。它有8 Mega 的记忆体，同时它也搭载了 Palm 的 OS。一方面来讲，它提供了键盘的功能，所以对于使用者而言，可以用键盘的方式来输入。同时，因为搭载了 Palm 的 OS 的缘故，所以它当然也可以使用到手写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它可以用来做 email 的收发，还有浏览网页之用。很快的，在这个手机系统当中，很多的手机逐渐的消失出来了。第一款在这个领域当中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是在 CBM 这家公司跟 Nokia 合作之后，正式的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开发智慧型手机的状况。在当时制造这些所谓的一种智慧型手机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厂商是来自于原先制作所谓的一种移动式的电脑，叫做 Pocket PC 的厂商，例如像是 HTC，也就是宏达电，还有像是惠普、Dell 跟 ASUS。来自于台湾的华硕等等，现在有部分的厂商，它已经成为现在手机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一线的战将。在2005年的时候，智慧型手机为了兼顾不同的需求，所以开始细分手机的一些功能性。例如像在2006年的时候，CBM 跟微软，他们纷纷为了加快手机
特别是在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普及化的时候，他们向晶片厂商提供了一些平价的开发方案。CB 眼它也调降了它的一个授权费用，在功能提升跟价格下降双管齐下的发展趋势之下，使得智慧型手机逐渐从一种所谓的高贵的产品，而转变成是一般消费者比较容易可以接受并且购买的一些大众化的手机。这样子的转变之下，使得原先以商务人士为主的这样子的 PDA 手机逐渐的没落，而手机进入到了现在我们所碰到的一种叫做 smartphone 的一种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时代。CBN 的系统当中，它很类似像是 Windows 跟 Linux 的合体，它有一些简易的界面，对硬体的要求并不高，并且有比较大的一个相容性。在 Nokia 公司跟 CBN 公司合作之后，很多一些传统的智慧型手机的厂商开始加入了战局，例如像 Ericsson，它也加入到了使用 CBN 系统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CBN 系统它都是属于智慧型的，例如像早期的 S40 系统当中，它就不能够算是智慧型手机。但是，很快速的，这些手机都进入到了一种所谓的全触控的时代，例如像是 Nokia 它所提出来的一种叫做 Nokia 5800 S Plus Music 的手机，就是属于 Nokia 的第一款。早期的这些 PDA 手机或者智慧型手机当中，最早的应用领域都是在所谓的商务人士，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科技玩家。很多的使用者基本上还是使用传统的一些按键式的手机。但是在 Apple 公司里的 Steve Jobs 他开发出来的 iPhone 之后，开始颠覆了这个现象。2007年，Jobs 在 Macworld 大会当中介绍了他第一款开发出来的 iPhone 1这样子的手机。这个手机它有 4GB 的版本跟 8GB 的版本，它的售价分别是499美金跟599美金。第一代的 iPhone 上市之后，因为它的操作容易，并且它有一些新颖的触控的设计，使得这款手机快速的成为 Apple 公司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在2010年的时候，iPhone 本身的一个销售量可以占到 Apple 公司的总收入的40%的水准。除了 iOS 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则是来自于由 Google 公司所收购的 Android 的系统。Android 系统本身采取是开放式的架构，它会授权给其他的一些硬体厂商来在这样子的一个作业系统之下来去构筑它的硬体。也因此，在2008年的时候呢，T-Mobile 它也开发出来了一款叫做 T-Mobile G1 的产品，而这个产品它以179美金的售价，大幅低于 iPhone 的售价的方式，在市面上面出现了。这款手机事实上是由 HTC 公司所开发出来的，它也是第一款搭载了 Android 的手机的一个智慧型啊，做用白牌的方式来生产手机之外，它也自己以自己的品牌开始推动了自己的手机。2009年9月的时候，它推出了一款叫做 Hero 英雄机这样子的产品，在台湾一方面来讲，它打响了 Android 的 OS 1.5版的一个名声，同时它也是继 Dream 跟 Magic 之后推出的第三款 Google 的一个 Android 系统的手机。这款手机采用着以人为本的一个设计理念，来把 Android 系统当中改装成 HTC Sense 这样子的系统，同时它也整合了很多娱乐跟社交的一个应用的程式。2010年的时候，Google 自己也杀入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一方面来讲，它也推出了它的产品，叫做 Nexus One 这样子的产品。这个产品是 Google 团队他们自己开发，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实体的键盘，同时是使用全触控荧幕的方式来做操作，比 Apple 的 iPhone 薄了一点。它的造型基本上跟 HTC 的手机很类似，同时它采用了 Android 的它2.1版的一个作业系统。在操作系统上面来讲，它更具备直觉化的能力。2011年的时候，来自于韩国的 Samsung，它则推出了一个双核心的叫做 Galaxy S2 的手机。这款手机非常的薄，同时它有相当大的一个荧幕，也提供了相当高的一个800万画素的一个相机，还有200万画素的一个视讯镜头。在当年来讲，可以算是相当高规格的一个智慧型手机。2012年的时候，HTC 或者 Samsung 还有 iPhone 等等，他们开始成为智慧型手机市场当中的一个三大品牌，并且在这个时候来讲，智慧型手机它也从所谓的一个双核心的时代转移到所谓的一个四核心的时代，而触控面板它也开始进入到所谓的不但是多点触控，同时进入到了一个大尺寸荧幕这样子的一个年代，跟以往的一个小型化手机的架构不同。
在这个时候，三星推出来的一个 Galaxy Note 2 这样子的手机，它一口气把手机的面板尺寸提升到了5英寸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然而，到了13年之后，我们逐渐开始发现说，早期的一些手机厂商，例如像是 Ericsson 这类的厂商，逐渐的退出了市场或者跟别人合并。然后像 Sony 来讲的时候，Sony 就跟 Ericsson 合作，把它合并成购并成了一家 Sony Ericsson 的一家公司，以及到了后来的时候，Sony 直接的独立品牌的方式来销售这样子的手机。同时，另一方面来讲，智能手机市场不再是单纯来自于这些欧美国家的一些产品，因为 Android 系统本身是属于一个开放性系统，任何的厂商只要你愿意付钱，取得授权费之后，你就可以在 Android 系统当中的架构之下来开发属于你的手机，降低了很多厂商进入的成本，使得来自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厂商，特别是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如华为和小米，纷纷进入到了这个市场。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宏达电这类的厂商，它已经不再具备所谓的一个前五大厂商的一个地位，连 Sony 它也消失到了前五大智慧型手机厂商的一个 list 里面。而现在，在智慧型手机市场当中，最为支配的厂商可能分别是华为、小米、三星，还有 Apple 这一类的公司，是目前在手机市场当中最为具备支配性的厂商。在刚才的故事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首先，在手机市场里面，最早期的手机一开始的时候是呈现很大的状况，例如像是以 Motorola 早期提出来的 GSM 的黑金刚手机。但是随着时代的过去，手机本身逐渐朝向了一个迷你化、小型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到了95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说，首先手机越做越小，再来逐渐的折叠式的手机又出现了。在这个所谓的一个较小型的小型化的一种趋势之下的时候，到了05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有了更多的手机加入了一些照相的模组，同时也逐渐开始把触控面板这个东西给正式的大量的普及化应用在各种手机上面。到了10年之后，这种所谓的一个多点操作的功能出现，以及手机的面板，它的荧幕的大小逐渐的从小型化转变成了大型化，同时，手机市场当中，它的竞争者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也逐渐开始发生改变了。当这些独立的作业系统厂商出现完毕之后，降低了硬体系统的一个进入的门槛，使得这些具备硬体背景的厂商，它可以轻易的在取得授权的情形之下，加入到战局的竞争。再者，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来自于说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化之下的时候，当这些例如像 CBM 公司，他们来降低他们的授权费用的时候，就可以大量吸引到很多原先是以硬体为底子的厂商，可以进入到了这个市场里面，也使得一些老牌的厂商，例如像是 Sargent 或者是 Ericsson 这些公司，不是他把他的产品给整个卖给其他的公司，例如像是 Ericsson 跟 Sony 的合并，或者是来自于当时的西门子把他的手机部门整个卖给了台湾的 BenQ，也就是明基这家公司。同时，另外一些厂商则是直接干脆完全的退出了手机的市场，例如像 Sargent，他就撤出手机市场之后，专心于他的一个局端设备产品的一个提供。所以换言之来讲的时候，在这个长达大概20多年的历史当中，手机市场里面很多的厂商纷纷的不断的退出，或者有很多新的厂商逐渐的加入到了一个手机的市场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科技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手机这个产品它所销售的市场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一般高阶的商业用户或者是专业玩家，逐渐的普及到了一般我们普罗大众这样子的消费者的群众的手中。所以换言之，对于手机业者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不断在进行改变的。从手机市场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外部的经营环境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成败。而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些会影响到企业成败的一些外部环境，分成以下的一些类别，分别是全球、政策法律、社会文化、科技、人口统计，还有经济。首先，全球跟国际来讲，这些局势会影响到企业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状况。例如，像是最近非常
引起热门话题的就是美中的一些贸易大战。在美国跟中国之间，他们因为各种一些贸易的不平衡，以及来自于华为的一些国安疑虑之后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来自于美国和中国他们互相寄出了一些关税，对于对方的产品苛了相当重的一种新的关税下。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讲，例如像是 Apple，它大部分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中国所进行的，也因此这个美国对与中国课关税的动作，就有可能会造成 Apple 的产品在美国必须要面对到涨价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之下，将会使得 Apple 它可能相对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会丧失掉一些所谓的一种叫做价格的竞争力。而在此同时，由于重要的手机厂商，例如像华为之类的，在美国它可能或者是被禁售，或者也是因为关税的缘故，造成了它的一个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会造成美国本地他们的一些手机厂商或者手机的通路市场，很有可能会因为产品的一个价格的升高而造成销量下跌的命运。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些全球的一些局势的波动，就会影响到不只是来自于手机市场当中直接所面对到的一些手机大厂以及他们的通路商，同时它会影响到手机的一些零售商他们手上的一些布局。例如像在全球手机市场当中，来自于台湾的鸿海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工商，但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其实课出关税这样子的做法之下，使得鸿海开始考虑说，我是不是要在其他的地方来去增设新的据点，甚至很多台湾的电子厂商也在这一波的美洲贸易大战之下，开始引发了他们的一些移动营业据点，不管是回到台湾，或者移往东南亚，或者印度之类的一些举动。再者，经济活动本身，它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一个样貌。在此的经济，我们所泛指的是来自于一个地方当中它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程度。让我们回到台湾来看的时候，在二次战后的时候，台湾的面貌大概长得是像这个样子。在当时，台湾这边充满的是所谓的平房，而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人，他们可能穿的像制服之类，像这样子的一些衣着。在当时，台湾的经济环境并不好，所以可能1块钱就可以吃到一碗牛肉面了。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台湾的经济不断的发展，到了现在，台湾的街景充满了所谓的一种高楼大厦，特别是在大的都市里面。在这个时候，过往当中我们看到人们主要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是脚踏车，但随着经济的一个发展，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一些新的小客车，以及来自于各式各样一些先进的大众运输系统。在这种经济环境的改变之下的时候，它会影响到在该地它的一些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而会提供厂商一些新的机会，或者对于某些的厂商来讲，造成了一些威胁。也因此，对于厂商而言，他可能要因应知道是来自于说重新去定位自己产品的属性。例如像以脚踏车公司为例的时候，早期的脚踏车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功能比较差，但是很耐用、强调功能性的一些脚踏车。可是到了现在来讲的时候，脚踏车已经逐渐的从原先的一个以往的通勤的一种工具，逐渐转变成了现代的一些休闲娱乐之用。也因此，我们看到台湾的厂商，例如像捷安特或者美利达之类的厂商，他们开始不再叫脚踏车，而把它叫自行车，并且强调它的一些休闲跟竞技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经济环境的一个改变对于厂商可能造成的一个影响。再来是人口统计环境。在此人口统计环境当中，我们所泛指的是来自于一些，例如像我们居民的一些年龄的特征、教育程度的特征等等。以台湾为例的时候，近来发生最大的一个变化叫做少子化。在二次战后的时候，事实上不止台湾，很多的国家都发生战后婴儿潮的现象，使得有大量的小朋友逐渐的成长起来了。为了因应这些小朋友的出现，也造就了大量的商机跟很多的资源系统的一个需求。例如像很多的学校被开设起来了，很多跟教育相关的产品被开设起来了。然而，到了差不多1980年代开始，逐渐的新生儿的出现的成长度开始到了一个持平的状况，甚至到了在90年代以及2000年之后，逐渐呈现了一种下滑的状况。台湾的新生儿逐渐变少了，使得学校里面班级人数也变少了。在198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一个国中，例如像台北市的国中来讲的时候，一个班级可能动辄都是在50个人左右的水准。但是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来自于说，在一个国中里面，它一个班的人数可能只有20几个人，甚至会有更少这样子的现象。但在此同时，另外一种人又出现了，叫做老人家。当我们的居民的年龄逐渐变长的时候，新增了很多照顾的需求，也因此在现在来讲，因为年龄结构的改变，使得台湾出现了一些老人长照这样的一些社会的需求，也因此创造了一些企业可以往这个方面来提供服务的一些商机。再来是政策法律对于企业的影响，在以往的时候，台湾并没有规定机车的骑士一定要戴安全帽，所以在那时候，安全帽并不是一项所谓的一个标准配备。很多的年轻人，大家都是不戴安全帽就在外面骑车骑来骑去了。可是因为事故的发生比较多，后来政府的法令直接强制介入进来，要求每个人都要戴安全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为安全帽的业者创造了很多很高的一个商机。这就是来自于像是政策跟法律对于厂商经营活动的一个影响。典型的一个范例。此外，社会文化也是随着时代不断的变迁。像以往，于天是当时台湾最当红的歌手之一，而在当时的人所流行穿着的衣服，可能长的是像这样子一种宽管的牛仔裤。而到了现在，光是从穿着来看的时候，现在年轻人看到于天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样的一个怂。这么样的俗气，而看到像这样子当时流行的这些宽管裤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服装。这所代表的，就是来自于说社会的品味会不断的改变，也因此在过往当中可能可以用的一些销售的手法，或者是来自于当时会流行的商品，也会因此而退烧。这是社会文化造成的反应。最后是科技的一个变迁。早期的电脑当中，例如像这边的这一台，它是早期最早的 Apple II 这样子的个人电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个人电脑当中，当时它有着一个以现在标准来看可能出错的一个荧幕，同时有一个相当大的主机。可是，当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使用者可能只能够在家里面定点当中来使用这样子的电脑设备。而在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说，有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他们使用的电脑是像这样子的平板，甚至触控平板这样子的东西。而也因此，使得我们使用电脑的活动度来讲的时候，我可以带着电脑到处跑。这些部分的一个转进是来自于各种科技的一个变迁。随着我们逐渐有了更多的一些迷你化的一些技术的设计，来自于触控面板技术的一个开发，或者 CPU 以及说记忆体之类东西的一个进展，可以使得我们现在对于电脑的使用者而言，可以从早期这些黑白的大型的电脑的架构，而移动到现在这样子的一种非常的单薄、非常的便利的一些行动电脑的架构。这就是来自于一种科技变迁对于经营者可能产生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外在环境它会影响到一个企业可能经营的一个状况。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理解这些外在环境对于企业的影响可能性呢？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外部环境它的一个变化程度的大小，还有它的一个变化程度当中它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种不大一样的环境。第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稳定且单纯的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企业所面对到的是来自于是一些比较稳定并且可以预测的环境。影响环境变迁的构成因素相当的少的，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这些因素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对于经营者来讲的时候，为外部环境的监控可能不是重大的一个议题，因为可以说是很多年如一日这样子的经营的状况。第二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所谓的一个动态且单纯的环境。动态且单纯的环境的意思所指的事情是说，环境的构成因素它基本上并不多，然后呢，并且它可能会不停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在这样子的变化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构成因素它本身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对于一个经营者来讲的时候，它的重点是在预测既有环境的一个变迁的一个可能性。对于在变迁的过程当中会需要考虑的因素的部分，它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个琢磨。第三种叫做所谓的一种稳定且复杂的环境。在稳定且复杂的环境之下，它所强调的是来自于说是在这个环境之下的时候，经营者他本身是有可能去进行预测的，只是因为说环境的构成因素很多，而这些构成因素它本身又不大相似，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经营者必须要花费
比较多的一些心力来去监控环境的一个变迁，同时有可能可以利用它的一个预测能力来帮助企业去产生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决策。第四种叫做所谓的一个动态且复杂的环境，在动态且复杂的环境之下的时候，一方面来讲，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的确很多，同时更麻烦的事情是说，这些影响环境变迁的因素它会不断的变化，也因此对于经营者来讲的时候，他所面对到的是来自于是一个会不断的改变，并且改变的方向不容易被预测到的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经营者必须要花费比较多的一个力量来去监控自己的环境的变化，以去找到最适当的决策。所以换言之，这些外在环境如何影响到经营者的决策的部分来讲的时候，他必须要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程度的一个稳定跟动态性，以及环境本身的一个复杂性。当它的复杂性越高，动态性越高的时候，管理者可能必须要花费更多的一些心力来监控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最后，除了这些外在环境本身的一个变化之外，企业本身的经营过程当中，它也会受到很多利害关系人的影响。所谓的利害关系人，它的意义指的事情是说，这些人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企业的一些作为而影响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生计，而造成了他们个人的一些利得或者损害。那么，对于一个企业组织来讲，它一方面来讲，它要面对到的外部人当中，可能包括说像是顾客、供应商，还有它的股东等等。对这些人而言，他们各自可能需要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要求。例如，像对于股东来讲，股东可能会希望我们钱能够多赚一点。要让企业能够多赚一点钱的话，那可能我们把东西卖贵一点给顾客，可是顾客可能不会买单。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要怎么多赚钱呢？那我只好给员工一些比较低的薪水。但是，万一给员工比较低的薪水的时候，员工可能就会跳槽，或者是说不会愿意那么努力的工作。也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企业的作为来讲，它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必须要仔细的来评估一下自己各种作为当中会对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所造成的影响，先去找寻所谓的最适当的决策。那个典型的例子，例如像是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鸿海、富士康公司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当中发生了一连串的跳楼事件。在这一连串的跳楼事件之下的时候，基本上看起来像是鸿海跟他的员工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一些 Apple 的用户，他们觉得说，当员工会不断跳楼的时候，可能的原因是来自于可能鸿海有一些不当的劳动实务，也因此他们开始施压，苹果这家公司要求他们说，你能不能够去好好的管一管你的供应商，请你的供应商不要这样子来压榨劳工。也因此，苹果公司就开始派人进到鸿海这家组织里面来去要求，看看说你们是否有很好的监控他们的员工，以及说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的照顾。那为了解决像这样子的照顾，这样子的一些员工跳楼的事件，鸿海它不断一方面提高了员工的一个薪资，改善他们宿舍的环境，甚至聘用了大量的一些心理咨商师来协助员工解决掉生活上面当中一些心情不快的部分，借以来使得鸿海可以满足到他们的顾客，而这些顾客来讲的时候就是 Apple，而 Apple 也可以满足到他所面对到 Apple 的顾客，以及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社会跟政治团体的一个需求。像这样子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出来一下利害关系人对于企业决策所扮演的一些潜在影响的力量。在谈完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组织文化的这个议题。人有个性，组织也是有文化的。所谓的组织文化，它可以说是组织成员他们共同享有的一些价值观、原则、传统跟做法。这些东西它会影响到我们组织成员的一些行为，并且使得我们的组织跟其他的组织有所不同。例如像假设我们有看过帮派片的同学的话，可能会知道，在电影里面《古惑仔》里面有提到过，像是红星跟东星两种不大一样的帮派。在影片里面，把红星所描述成的是来自于一些讲义气、有道德观的一群帮派分子，而把东星所描述成的，则是在于是一群比较唯利是图的帮派分子。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两种帮派自然而然会产生出来不大一样的行为。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在于，说是组织文化的这个东西，它是经过长时间的演化而成的，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也因此，
这些组织文化它本身会成为影响组织行事风格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可能很多的人会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有两个 sales 跑到了非洲，有一个 sales 他说，非洲人都没有鞋子穿，看来我们有很大的机会。而另外一群人，一个 sales 则认为说，非洲人他们都不穿鞋子，糟了，我们在那边一点机会都没有。同样的一个非洲人目前没有在穿鞋子的这件事情，这两个 sales 可能看完之后各自产生了一个不大一样的解读。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 sales 一方面他们的个性不一样，另外一种可能则是来自于说这两个 sales 他们所处的组织里面组织文化各自有所不同。一个 sales 采用的是一种比较乐观、勇于去冒险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而另外一个 sales，他们的组织里面采用的则是一个较为悲观或者保守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事情。那么，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说明组织文化呢？一般来讲，在管理领域当中，我们通常会以下的七个元素来去判断这个组织，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描述这个组织的文化。首先，第一个元素叫做注意细节。某些组织，他会比较在意的是来自于员工是不是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为精确化的程度。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个组织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规章来去约束每一个员工相对应的行为。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它也有可能会阻碍到员工他们的一些去发现一些不大一样可能性的一些状况，或者是说，它有可能会让这个组织在碰到一些意外事情的时候比较没有反应的速度。第二个元素叫做结果导向的程度。某些管理者他们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比较注意事情是否被达成，另外某些的管理者则在乎的是来自于你是不是在过程当中使用了正确的一些手法。以金融风暴为例子来看的时候，对于金融产业而言，在里面很多的一些主管，他们对于是业务员的业绩当中比较在乎结果，而并不在乎达成的一个手段，所以会发生说，例如像某些 sales，他们明明觉得这个产品是一个坏的产品，但是依然会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客户，而忽略掉了该对顾客忠诚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叫做人员导向的程度，人员导向的意思指的是在于说是管理者在决策过程当中，他比较是在乎人本身的一个感受，还是把人当作是一个机器，随时可以替换的一种机器和零件？在这种情形之下，管理者在决策的过程当中，以及来自于在选训、运用流之类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领域当中，可能就会采取一些不大一样的机制设计。第四个是团队导向。对于某些的组织来讲，他们在乎的是团队里面的成员当中彼此是否可以和谐的相处，共同的来为组织产生一些心力。而另外某些的组织里面，可能就比较在意的是来自于个人的绩效是否可以达成。在过度强调个人绩效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造成团队里面大家彼此的一些争功夺利，进而在捅刀的结果当中，反而容易造成组织绩效的一个下滑。但对于某些组织来讲，他想创造的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英雄主义的一种思维，所以有可能会变成是比较个人主义式的一种管理模式。第五个是来自于进取性，进取性指的意思事情是来自于说，在组织里面来讲，这些成员他们是比较着重在于个人成就的一个极大化的展现，还是比较着重在于是他跟团队之间的一些配合的程度？这些东西可能会跟我们刚前述的团队导向之间有一些相对应的关系。再下来一个变数呢，叫做所谓的一个稳定度。稳定度这个东西会跟我们接下来谈到过的冒险跟创新的精神会有一些相关性。对于某些组织来讲，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来自于说是我希望能够尽量的维持组织内的一个稳定性，而我尽量不要去碰触到会改变到组织变局的一些行为。而对于创新者来讲的时候，他们则有可能会愿意去挑战到目前的一个环境稳定性，而去改变组织的一些设计。这里面来讲的时候，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对于某些产业，例如像塑化业来讲好了，可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来当中，产业里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景气的波动，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在这个产业所从事竞争的一些厂商，就比较容易去强调它的一个组织的稳定度，因为它不需要透过过大的改变而让原先可以运作良好的一些组织的机制，因此而丧失了一些原先的一种效能或者效率。而在另外一种产业里面，例如像是以半导体为业的例的时候，半导体产业他们彼此强调的是技术上面的一个快速的一种竞争，所以以 Intel 公司为例，在早期他们在开发展 CPU 业务的时候，会用两组不同的 team 来彼此的做竞争。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去看看说，万一自己的 A team 做法当中失败的时候，我还有 B team，它可以产生一些不大一样的结果。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公司，他们会鼓励员工去用实验室的精神，各自开发自己的专案，然后把一些专案当中，在市场环境并不确定的情形之下，直接丢到前线端来看看说市场的一些接受度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大家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走，所以在这个产业里面，组织的一些创新跟冒险的精神却非常的重要，而组织文化却朝向创新跟冒险这个面向来进行发展。再来，在不同的企业组织里面，组织文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对于某些组织来讲，让人感觉到在这个组织里面，每个人似乎都有着完全类似的一种行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组织里面所呈现的组织文化，把它称作强文化或者强势文化。反之，如果在一个组织里面，大家每个人看起来好像各行其事，有各自的观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把这样子的组织里面所形成的组织文化称为弱文化或者弱势文化。那么，什么叫强文化或强势文化呢？强势文化之下，我们所指的事情是说，在这个组织里面，他们的核心价值是被大多数的组织成员所接受的。跟弱势文化的组织比起来的时候，组织文化对于员工会有更大的一些影响力。当组织对于组织的核心价值接受度越高的时候，那么代表的事情是说，组织的成员越容易去接受这个文化的程度，使得这个组织文化里面就呈现一种强势的状况。也因此，我们会看到说，在这个组织里面，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似乎都有着类似的观点，并且可以一致来进行这样子的行为。那典型的范例是来自于说，例如像在军方体系里面来看的时候，对于军人或者警察这样子的纪律部队，通常会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状况。那是因为在他们的一个服务特性来看的时候，必须要呈现一种一致的行为，才能够在他们最终的一个使命的部分可以达成的地步。那么，强势文化跟弱势文化在组织的概念之下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核心价值的被接纳程度。在强势文化的组织里面，核心价值是大多数的成员会接纳的；而对于弱势文化的组织来看的时候，核心价值只是少部分的人所接受的，通常是高阶的管理阶层，而下面的成员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核心价值只是你上面的人在随口说说而已。对于我们成员来讲的时候，我们应该各自追求各自想要的东西。而对于什么叫重要跟不重要这个部分来讲，强势文化跟弱势文化的组织，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状况。对于强势文化的组织而言，通常来讲，他们对于什么叫重要的这些事情，会用一种比较一致性的方式来做传递。而在弱势文化的组织来看的时候，正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主管阶层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解读什么叫做重要的，在这种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事情，因为前后会产生不一致的状况，使得组织成员难以去接受，自然而然就很难去产生一种共有的一种核心的价值。再来，在强势文化里面的组织，大部分的员工可能都会比较能够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历史，以及说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因为组织文化本身可能会受到过往的一些历史的影响，而对于弱势文化的组织来讲的时候，组织本身过去有什么历史，什么是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讲，各自并不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组织对于在弱文化的公司而言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用于来谋求员工个人利益的一个暂时的集合体。也因此，在强势文化的组织里面，员工对于组织文化通常会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而在弱势文化的组织里面，员工对于组织文化则并没有什么相对应的认同感。在强势文化的组织里面，之所以员工会对于组织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
是因为组织的核心价值，通常而言可能会直接的得到员工的一些认同，进而让核心价值和员工的行为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关系。而在弱文化的组织里面，核心价值则和员工的行为很难看到一个强烈的相关的一种程度。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强势文化好像真的会比弱势文化好吗？事实上，就某个方面来讲，强势文化里面的员工，他们对于组织的忠诚度会比在弱势文化的组织里面要来得更为的忠诚。但是强势文化会有一种缺点，那就是可能会阻碍员工尝试新的方法。就某种角度来讲的时候，强势文化的组织很容易形成员工面对到一种同温层的效应，只看得到彼此的世界，也因此在组织处于一种快速变动环境情形之下的时候，如果组织文化呈现过度强势的情形的时候，可能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如果说组织文化就好像组织的个性的话，那么组织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子形成跟延续下来的呢？首先，一般来讲，组织文化通常会深受到组织创办人的一个影响。创办人他们在有些特别的见解的时候，当他后续组织在扩大的时候，他却不断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给贯彻在组织里面。不管是透过各种组织程序的一个建制，或者是来自于在组织扩张的时候，他如何招募到新的人才，这些所有的甄选的标准，跟原先创办人他在设定组织规章过程当中的一些哲学的部分，自然而然会成为组织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当组织逐渐扩大的时候，自然而然组织会进入到分层的状况。这个分层的过程当中，新进人员可能未必会经历过组织创办人他原先创业的那个阶段，可能并不见得会非常的了解创办人对于事情的一些理念跟想法。但是透过这些高阶主管他们的一些承接和指示的过程当中，会让组织的成员透过高阶主管的行为进行模仿。而在这些模仿跟探索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就逐渐的理解跟摸索，在这个企业里面它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此外，在组织的成员里面，大家也会有一些彼此互动的过程，这些互动的过程当中，也是去传递组织文化的一种常见的手法。那么，员工到底是怎么样子来学习到这些组织文化的呢？首先，第一个可能是来自于彼此的一些故事的传递。这些故事的传递常常会去构筑出来组织成员当中到底什么样是一种可以被许可或者被鼓舞的行为。例如像以新力来看的时候，新力公司可能就会去强调说，早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创办人做了什么事情。同样的，对于台塑集团的员工来看的时候，可能最常提及的还是来自于早期创办人王永庆，他如何的勤劳朴实，用克勤克俭落实的态度来去进行企业的一个创办。而这些对于创办人早期的故事，会影响到日后组织里面当碰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的经营跟进行决策的一些参考的价值，而自然而然就形塑出来了后面的组织文化的一个形塑的部分。第二种是来自于组织里面的一些仪式的部分，这些仪式可能包含的是来自于说，例如像对于某些公司来讲，他们会很认真的在每年的时候去把一些工作5年或者10年的员工把他们请回来，然后并且颁奖给他们。通过这些颁奖典礼的一种创造的情境，是来自于告诉员工说，很感谢这些资深的老员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把组织当作家一样，能够长期的在组织里面待下来。换过来说，对于某些组织来讲的时候，可能会说，针对一些像是 top sales 这类的人，给予他们一些奖励。在这种情之下，告诉员工的就是说，当你业绩做得好的时候，这是一件可以被鼓舞的事情。此外，组织文化它也会反映在某一些组织里面的一些各种的物件、装饰、布局里面。例如像在警察局里面，常会看到有一些人放了像这样子的关公像。那关公像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它所泛指的可能是来自于关公的忠义精神，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组织成员里面都可以散布像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警察要挺警察自己人，千万不要被外人给分裂了。好，最后只是来自于组织里面他们的一些语言的一些传递跟应用。这种语言的传递跟应用的效果其实是很广的，
例如像，如果当你到一些外商组织的时候，常会听到里面的成员很喜欢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去夹杂了一些英文的术语在那个地方。而在某些较为草根性的组织里面来讲的时候，这种行为则不大会发生。这些语言的运用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会是一种类似像组织里面的成员，我们希望你是属于什么样特色的人，而创造出来一种组织的认同感。事实上，这些语言这类的东西是在组织里面是随手可见的。例如，像在某些组织，可能会有前辈告诉你说，就算你现在不忙，你也要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很忙哦。如果你今天冒险行事把事情搞砸的话，那么你就惨了，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记得哦，不管你要下什么决定，一定要先给主管过目，不要让他们成为最后才知道的人。也许有的人会告诉你说，我们的产品只要够好就好了，不需要做到很好。也有人告诉你说，我们过去成功的方法，在未来也会成功。或者也有人告诉你说，如果想要出人头地，就一定要跟团队相处融洽。这些的话术或者语言，通常来讲就指着不同的一些组织文化的一些特色。在第一个特色当中所代表的，可能告诉我们大家的事情是说，这个组织本身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非常充分信任的，所以你一定要装作自己很忙的样子。在第二个论述之下，当冒险形势却会搞砸的时候，它所代表意涵则代表的事情是说，可能这个组织当中追求的是来自于一种较为稳定性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不要冒险行事。而因此在组织当中就不太容易有很多创新的一些精神。在第三个情形之下的时候，当所有的事情都要是给主管事必躬亲知道的时候，代表的可能是来自于说这个组织相对上的保守，对于员工来讲不大愿意许下较多的一个授权。而在第四个部分当中，它所代表的则来自于什么叫好跟不好，或者够好这样子的一些态度。再来，在第五个态度，我们过去成功的方法，在未来也会成功的时候，它可能代表的也是来自于说是这个组织可能追求的是来自于一种长期稳定的经营的状况。第六种，这个部分所指的则来自于说，在这个组织里面，可能较为强调的是来自于组织，而非是员工的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运用。事实上，这些组织文化，它会在规划、组织、领导、控制当中各自扮演了相当重大的一些影响性。因此，从这些组织文化当中，它还影响到我们在计划当中所制定出来的一些风险的程度。规划的一个单位是个人还是组织？管理者到底是需要做很多谨慎的一些调查，再来进行规划，还是当有些灵感的时候就要冲突的形式？也涉及到组织对于员工的一些授权。执行任务的单位是个人还是组织，以及说在这个组织里面，我们到底是各行其事，还是会有较为强烈的一些紧密互动等等。好，那么今天谈到对于企业的一些经营的内部跟外部环境的部分，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就好了。那也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下次再来看我们的继续的课程，谢谢。